你敢相信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官方刊文公开承认与马斯克的 SpaceX 存在较大差距。在12月1日的官方微信号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发布了一则文章，客观阐述了我国航天科技发展现状，直面了新兴模式和新技术下许多差距在不断扩大甚至加速扩大的当下，并首次公开对标 SpaceX， 承认了集团公司在发展理念上、科研生产模式上、关键核心技术上、质量效率效益上存在明显差距和不足，整体上大而不强，大而不优，这与我们在航天领域率先实现强国目标还相距甚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这一表态得到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留言，勇敢承认差距就是进步的第一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央企勇于承认差距，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开放的信号，也是巨大的进步。认识差距不足才能奋起直追，作为中国航天领域的领军企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此次公开承认与 SpaceX 的差距，展现出了其客观务实的态度和勇于面对现实的勇气，这表明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创新驱动、质量第一、开放合作的理念，不断推进航天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航天领域的领军企业，向外界展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在面对现实时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传递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始终坚持创新驱动、质量第一、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相信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带领下，中国航天事业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